金武一枪。 寒蝉制龙，这就是少林最文明的掌法。看似平淡无奇，只是正正一掌推出，并无拳脚招式搭配。其实各中大有学问。此掌力分为短、中、长三重技：寸进破体，冲进压制，长进灭敌。 三重了，接连发出，此掌威力啊，石破天惊。少林和尚敢小看天下英雄，可有的苦头吃了。丹仙用的是五行拳。 佛坐孔雀，这一招精准多变，大开大合，锁龙，锁龙，这是五行拳中最狠的一招。想不到，檀仙还有这压枪点的绝学。 少林罗汉拳，我学过。 Thank you.
心腿。林展浩，不过如此吗？现在就下令杀死所有的僧兵，然后屠城。但是我会让你活着，让你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。不能独自逃生，要做一起走。你快走，只有活下来才有意义。
不是为你自己，是为更多的人。不行，我不走。上，上！快走，来不及了！你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走。大人，林展浩逃走了。大人，林展浩跑了。大人，我们要不要去追呀？现在追还追得上。大人，是，属下这就去追。走，走。栾不君，是不是要屠城？把尸体清理干净，这血腥味太重了。找些花木来冲洗一下。好。师父，去闽侯打探消息的几位师兄弟已经回来了。在闽侯，落入倭寇手中的僧兵和乡勇全被倭寇杀害了。什么？展浩，既然事情已经不可逆，就不要再执着了。我想听听你好好讲讲打败你的那个三支乱部。是啊，我也觉得以展浩的功夫在倭军中难逢敌手，怎么能有人打得过他，而且还能令他一败涂地。你说他的功夫似乎师出少林。
你怎么会少林罗汉拳？我学过。是。刚开始，我用的是光明拳。他应对的拳术是少林罗汉拳。少林罗汉拳虽不一定能够击败光明拳，但是却能最大限度地限制你的施展。如果其间再运用少林怀心腿，可破你的拳法。师父说的对，三只乱步就是用的少林怀心腿才破了我的招数。再后来，我想以快制快，所以我用了三十三路神拳、龙旋掌以及如影随形腿，这三种功夫在一起施展，攻击之快无可抵挡。三只乱步以左右穿花手、十二擒龙手和九徒六坐象身法，是吗？师父说的完全正确，就好像亲眼看见一样。不过，弟子觉得有些疑惑的是，他是用的少林功夫，可是跟我们练的又有点不一样。不错，你说的很对。这不是我教授你的功夫，但这也是少林正统。也是正统？这是我师弟灵智的功夫。灵智师父？这些年师父一直不都在寻找灵智师父吗？灵智师父在灵字辈当中是最年轻并且武功造诣最高的，他怎么可能投靠倭寇？他不可能投靠倭寇，我非常了解他，清楚他的秉性。我想灵智一定是受人胁迫在传授三只乱步功夫。灵智是百年少林武学中登峰造极的高手，然后你输给他的传人也不算丢脸，更不算玷污了少林功夫的名声。弟子虽然身在少林，可连一个倭寇都打不过，恳请师父允许弟子修炼少林绝学。如今倭寇当前，何况出了三只乱步这样一个高手，你是抗倭的领军人物，确实要比他强才行。为师允许你从今天起去藏经阁选出几套功夫。谢师父。
有人找你。找我？谁呀？去了就知道了，就在山门外。诸位是，我们是各地的乡勇代表，专程来少林投奔林长浩林英雄。投奔我？林英雄，我们都听说了，你在闽清首任之将错，还率领僧兵和乡勇血战闽侯。可是我败了。林英雄，打仗哪里有不败的？我们这次来就想在你的带领下统一作战。诸位，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可展浩此时还不能受此重托。上次的失败，让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各位，请回吧。林英雄，林英雄，林英雄，别走啊！林英雄，林英雄，你说这……你为什么不接受他们？你怕什么？我不怕。只是，你只是没有走出自己心里的阴霾，不知该如何对待，是不是？展浩啊，你要明白，作为一个将领，不在乎是不是能永远胜利，也不在乎是不是有多么的强大，而是要看有没有凝聚力。当失败后，还能把那么多追随者凝聚到一起，那说明你是个伟大的将军，能给人带来希望。这比做长生将军要难得多呀。你已经把最困难的事情都做到了，难道还怕容易的吗？走出去，去接受。你要勇于去做这样一个将领。师父。去吧。嗯。哎呀，你说这，你说我们还等不等下去？哎，没有，林英雄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林英雄，林英雄，林英雄！哎，各位乡亲。展浩愿与各位并肩作战。好！柴羽立信，什么人？少林林展浩。我认识你吗？我会是你认识的最后一个人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泉州特地赶到这里来取你性命。正好我今天没有杀人，就你了。哎呦！你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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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刀法不错。夺你刀的叫金灭抓，打你的叫多罗叶指，杀你的是燃木刀法。你死在三种少林绝学之下，不远了。听说西晋的战事常常受阻啊，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？是一群少林僧兵，他们频频出动，令我们受到很大的阻碍。而且他们并没有出动主力军，而是一支精锐僧兵组成的机动部队。少林，现在少林还有什么高手吗？有一人叫林展浩。林展浩就是杀死直江错的那个和尚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不过他不是和尚，是少林的俗家弟子。他曾在闽侯输给了三支乱部，但是没过多久他又重新集结了一支更加强大的军队。他这个人既懂兵法又善于摆阵，军团中也有许多的将领与他交手都以失败告终了。他这么厉害？不仅如此，这个林展浩武功也相当的厉害，听说已经有数名高手葬送在他手上。父子啊。在。父亲，你带兵西去要小心这个林展浩啊。我倒想和这个林展浩较量较量，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父亲应该让我和他正面交锋，我一定会灭了他。你未必是他的对手，不许冒险。是。过几天差役立信就要到了，我会安排他带着兵和那个林展浩交手。大人，为何要让柴羽立信出手啊？我对这个柴羽立信很有信心呢。我认为无论在兵法上还是武学上，都能轻易地胜过这个林展浩。柴羽立信又初到我们兵团，我这样安排也是为了帮助他在军中树立威信。属下明白了，但是三支乱部就在闽清驻军，近期又频频报捷，而且他也打败过林展浩，要舍近求远让其他人去对付林展浩的话，会不会……三支乱部的战绩我一直很满意，但是他毕竟是个汉人呐，起码
现在吧，我对他还是有些顾忌的。报，将军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这是少林的燃木刀法。燃木刀法是少林绝学刀法之一。听说这种刀法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枯木上砍出数刀，令其燃烧，故此得名。这么厉害？如果要真是林长浩的话，那他的功夫我们无人能及。城都破了，这些不知死活的人还在反抗。如果他们愿意打，就给他们设擂台，让他们打个够。这帮鼠辈，让他们偷袭，或许还行。真要设擂，恐怕就没人敢上来了。不敢上来，就逼他们上来。封了这所有的粮仓，要想够粮，就要上台打擂。攻心战。对，攻心战，让他们彻底臣服，就得让他们内心充满恐惧。只有让他们恐惧了，他们才能放弃抵抗。我刚写好一封信，把它交给游西的明军守将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随时支援展浩。是，师父。已经找到牢房了，不但关押了很多村民，还有不少明军将士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要打倒看守一点都不困难，可是要带那么多人逃离，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那怎么办？我得好好想想，想个万全之策。跑了大半天了，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。嗯，奇怪了，怎么这一个开门的饭馆都没有？哎，这位大哥，请问这些饭馆怎么都关着门啊？哎，兄弟，哪还有什么饭馆啊？都让倭寇给封了。封了？是啊。那么，哪有吃饭的地方？想吃饭啊，要么你就去那些军营给那些倭寇磕头去，要么你就打生死擂吧。
生死泪。擂台上已经死了几十个乡亲了，我真想上去把他们一个个全干掉。战浩，占领游戏的倭寇是我们兵力的20倍，对攻我们没有胜算。我清楚。上擂台你能打死几个倭寇啊？这我也知道。不过我还是想上擂台。展浩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师兄，我没有意气用事，我想得很清楚。这没人性啊。这是打倒了6个人，是7个，6人当场毙命。擂台上的人，什么来路？不知道，看上去只是个平常男子。大人，人马都在外头候着呢。我就是看看父子，把马还给他。带那么多人马干什么？又不是打仗。你们俩也准备凑热闹？大人，你要是觉得我们俩碍事儿的话，那我们俩就不去了。就是，叫上长野，带几个随从，走得快，天黑前就能赶到。好。
不许为杀，我要把他打败在台上，不然我军颜面无存。可是这个人武功很高，武功再高也有力气用完的时候。继续上，不停地上，不要让他停下来。我说，你看咱俩今天酒也喝不了，菜也吃不着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谁呀？是。嘘，诸位，我们是少林僧兵。听我说，凡是不能打的、有伤的，立刻离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。凡是能打的，立刻跟我来。好，走。大家都听着，立刻换上倭寇的衣服，记住左手系上白布，在擂台处汇合，号令一起，立刻杀敌。好，你们两位立刻去焚烧倭军粮草。好。你是倭军将领，你是谁？少林林展浩。林展浩，你就是林展浩，你怎么会在幽西？我来收回幽西。就凭你，你有多少人打得过我的大军吗？你往那边看看，你的主营被攻破了，牢里的俘虏已经全部被救出了。那边烧的是你的粮草。放箭！来不及了。老连战，赶紧撤兵。好，撤！撤！撤！将军，我们中计了。林展浩根本没有什么兵马，只有十几个僧兵，剩下的都是被他们救出的俘虏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正在往城外逃呢。追！借此机会，杀了林展浩。
快跟上！快，跟紧点儿！总兵大人，早就听闻你用兵如神，这次啊果然是领教了。大人过奖了，现在倭寇已经基本溃败，他们应该会从山谷逃走。我师兄已经在山谷外设下埋伏，但是我担心人手不够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派人去增援了。哎，展浩，这次咱们打了这么漂亮的胜仗，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倭将被我们打败了。这个倭军将领我曾见过，是一女子。将军，山谷外也有伏兵，倭军现在已经被前后夹击，快扛不住了。那就退回幽溪，退不回去全被堵死了。还有什么路可以走？北边，只能从北边的山林小路走，那儿可通往闽清。好，撤，往北边撤。足利父子，对，他就是倭将领袖足利义时的独女。糟了，怎么？先前因为倭军兵力超过我们太多，所以我安排的战术皆在退敌而非全歼。山谷北侧有漏洞，他们完全可以从那儿逃走。逃就让他们逃吧。大人，围攻倭寇就交由您指挥。那你呢？我去生擒足利父子。快点！
千代被杀死，父子将军也被他们抓走了。看来父子将军输得有点惨呐。这分明是诱敌呀，怎么会没看出来呢？父子将军的兵力是僧兵团的十倍，恃强无恐，所以才如此轻敌。简直是胡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搬救兵有点来不及了，不如直接把他救出来。那我马上带兵去打探一下情况。好的。嗯。伏击你们的是什么人？少林林展浩。林展浩。展浩兄啊，你俘虏了族里父子，可是鼓舞士气的大好事啊。这样一来，这独立一时应该能起到牵制的作用。我相信一定能。不过，我担心倭寇为了营救他，会大肆反扑。那应该怎么办？我建议修缮防御，做好准备。劝谏师兄，你带僧兵团的弟兄留下，协助总兵大人。好，张浩兄，那你呢？独立父子不是寻常倭寇，我打算立刻启程押送他回少林。大人，林展浩已经发现了父子将军的身份，连夜启程押父子将军回少林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大概一个时辰前。他们有几个人？三名僧兵。我们有十几个人，三名僧兵还是对付得了的。但父子在他们手上，我怕硬来会伤着父子。这么着，你先回去率营武者机动部队，叫上谭仙和乐允夫。那你呢？我继续追，路上会留下记号。区区一个林展浩，我还不至于放在眼里。这边走。Thank you.
父子将军，我们来晚了。来了就不迟。放人吧。凭什么？饶你们四条命。就凭你？就凭我。父子将军，你稍等。
输了。半年前你还是我手下败将呢。那是半年前。念在你我兄弟一场，今天我不杀你。就算我今天不杀你，可你以后也别再逼我杀你。仅仅是一招，林展浩的武功已经进展到了这种程度。现在他打我，就像半年前我打他一样。带了多少人？60精锐。继续追。我就不信这60精锐打不过一个林展浩。